挡住脸干什么？我脸上起疹子了。三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你这个蘑菇绣的还真不错、啊。这是银杏叶，算了算了，你若嫌弃就别要了。哎呀，看出来了。轩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把书扔了，你就能考中了吗？结亲就是最好的法子。一想到她嫁给韩昭，我就吃不下，睡不着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女儿的婚事，轮不到别人插嘴。与某人走得太近，无异于与虎谋皮呀、啊。我和陆家学已是陌路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分心。三哥，你这是？